高端十月回应中资争议的新闻稿，今天被爆料已经悄悄下架。蒋万安团队质疑说，是不是透露了卫福部不想看到的资讯，被施压才会下架？想请教指挥官的回应，谢谢。首先我不知道他下架了什么，我们不像他们，你说蒋万安团队吗？我们不像蒋万安团队天天都盯着这个高端，我不晓得他们天天都在盯着高端，这是什么状况，我不清楚。我们他东西下架也没有跟我们讲，我们也不会天天盯着他的事情，所以我也不确定说你刚刚所讲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。但是我这里可以确定是我们没有跟他讨论，我们最近这些日子没有跟他们做相关的联络，也没有跟他们讨论任何有关这些事情。所以我这里很肯定的跟你讲，跟我们这个卫福部无关，无关。